何俊将猴子玩成了黑神话悟空，包王被扎成了马蜂窝。何俊包王斗智斗勇啊，这个何俊呢也是被包王逼得没办法啊，用这个仙猴模式来排头啊。这波扎到三下啊，飞燕斩有晕值。哦呀，可以慢血抓到。哎 ，AB 偷下盘，哎呀，还是斩不出气来呀。好，再炸、啊。来吧，死了兄弟，跑不掉了。猴子这个角色哈，我感觉他排头也是很厉害的，感觉哪个位置都挺合适的哈。手底排头，剑中好逆杀，刚好命中，带入必杀，又是一个结扎。嗯，你想空防我飞翔脚把你推开啊，你想要空防抓我是没门的，想打插合，好，刚好果然打中。龙二这个中段击打完之后距离太近了啊，导致收招不及。最近应该说何俊打霸王啊，双方实力差不多，所以说何俊也得有一些针对性的排人。打到这下晕了啊，漂亮啊。好，我们点赞接着看。好，跳蝎，再跳蝎，猴子，哎呦，在差不多又要将大猪打晕的时候又被抓了。好，跳蝎继续飞翔脚，这一下确认命中，死。最近黑神话悟空很厉害啊！啊，难道这个何俊也想要打出黑悟空的操作？哎，扎中三下四下踩一下，再打一个跳膝晕了。下膝之后斜扎死掉，厉害啊！何俊用猴子排头啊，这个方式还是没用过的，这是被霸王逼出来的。好，再炸，虚晃一下，又炸中，我去，又得晕的节奏啊！晃晃晃晃，哪尼？好晕了，抱歉 ，CD 打死，牛批，好，关注修修，不宜走丢。